绝对想不到，小杨嫂直播首秀，紧张的想上厕所，网友准备看笑话，结果却被圈粉了。我来说下一个吗？我的妈！你卖货，你上厕所？你知道直播间没有出现人是违规的吗？太紧张了。这什么玩意儿？洗衣凝珠。你看看，你卖到现在，你才讲它叫洗衣凝珠。玩的呀！乖乖，你卖的货卖着卖着，人跑去上厕所了。回来之后看到，哎呦，暂停十分钟。别说，等一下啊，你看啊，你上来首先拿这个啊，给大家介绍这是什么呢，洗衣凝珠。你要不用看提示，你别看我，我都不看提示器，你别看，你看我啊，看我怎么卖的洗衣凝珠啊。现在家里面很多人都不用洗衣粉了，为什么用洗衣凝珠？洗衣凝珠比较方便，是什么地方呢？对，它这个东西你只要放进去啊，不用拆开就能洗一桶衣服啊，能洗一桶衣服。这里面一盒是20个啊，为什么有三个呢？一个绿色，一个粉色，一个蓝色，为什么？因为蓝色是又要看啊，又要看，我不看了啊。绿色是什么？粉色是什么？蓝色是什么？蓝色是什么来着？8倍的清洁力，8倍清洁力。粉色是你的效果，你都不知道啊？在超市里面上我报价格，看到没？39块钱，这一盒39，你没有背吗？背了你为什么不知道它99块钱？啊，99块钱，然后呢？然后。两盒。耶！什么？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4盒。啊！5盒。6盒。然后呢？然后还有赠品，送的。啊，送了什么？洗衣凝珠。啊，多少颗的？60克。什么？60克。多少颗？这里面有多少个？你看，6个，6个。你们别讲，你们现在谁都别讲，别提示他啊，让他自己讲。几个？6个。再给你上4盒。5盒。我怎么那么黑呀？6盒。我怎么今天这么黑呀？准备，5、4、3、1，1万单，一定要看看你有多少单，知道吧？一共有10000单。15000单。15000单。上车。啊？上到。你给我一公。你这样吧，你老婆跟他们说一下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你上厕所大概多久的时间？2分钟。啊，2分钟，看看。对啊。我们计时啊，计时看看剩2分钟。你把麦带着啊，那你出去再知道上尿的人都能听见。你把麦还带着吧。兄弟们啊，今天是小杨嫂直播卖货，我不是直播卖货，我就是来帮他一下。啊，注意从头啊，从上个月的6号啊，不是3号就开始选品了。选了10几个品，花了快1个月时间，天天就是背读怎么卖，直播间怎么卖，学啊，哎，学，今天就这状态，啥都不会。青丝已白发，徒留下那段牵挂。情深或缘浅，往往都在一刹那，在与不爱间徘徊，留恋与挣扎。那时的我和你常常相约在樱花下。小杨嫂直播首秀被凶了，咔哧脆，都说了咔哧脆咔哧脆，还用说它脆吗？越吃越香。你那都是废话，都是废话。小杨哥的语气网友也看不下去了。你别凶嘛，谁都有第一次，而且人家直播间还这么多人，肯定紧张。好嘞兄弟。接着同情小杨嫂的网友说，小杨嫂别卖了，直接上车我们买。对吧，你不行，你这样让粉丝，你把货全部摆在这，让粉丝们自己买吧，我自己选吧，别卖了，累呀。网友都说可以，让小杨嫂直接上架。10袋，12.910袋，上车。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，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。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，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。春天。你见过这样的直播间吗？开播几分钟，人气高达10万。别人带货他们玩，中途对各种产品进行硬核测试，就算带货翻车，产品依旧被抢空。
更有现场当着品牌方的面称重，品牌方被吓得瑟瑟发抖，至今还没有一个品牌方能笑着离开。他就是源源不断带给我们快乐和福利的小杨哥。就在昨晚，小杨嫂首播，小夫妻开始了甜蜜伴侣。干啥呀？杨嫂想做个美妆主播，我觉得你没法做美妆主播，全来呢。好，媳妇来，你先点，好不好？那你点个小赞，咱们比一下谁的这个凝聚力比较大。各位，比个凝聚力，同学，来，你先。9:11，现在是2万点赞，看您点啊，好了。看看能不能给我点赞。那你能点？我能点一个亿，你先点，看谁点的多。能点一个亿，谁点谁给我给你。那大家给我能不能上到这个多少万？200万。200万，那给我点到500万可以吗？大家看，哇，看了没？我的老公们还是很给力的。耶，咱比9:11的意思，谁一分钟？你看啊，你看你到9:12是多少点赞？好吧，1000万点赞了。好，9:12到了。好，你大概给你你大概点了1000万点赞，你看我的啊。好，就是给个面子。来。接下来时间，兄弟们直接走啊，给你看怎么就点赞。我怎么感觉点的还没有我说快的，兄弟们还不点一下面子啊。别停啊，我们一人在屏幕猛戳100下，直接帮小哥点个小赞，兄弟们。别急，我还是有很多铁粉在这里呢。我刚讲完，现在直播间20万人，兄弟们帮小哥一个忙。完了，给什么？这不行的啊，我这样看真不行啊。不对吧，这真冲他来的啊。这老公毛啊，大家都给你点赞，都给我点赞。我受不了了，我这是为什么呢？受不了了，我可以到1亿的，可以吗？谢谢老公，谢谢。什么老公毛啊，都不存在吧，我受不了了我。你们真的是，你们真的好，兄弟们，咱们多少年感情呢？啊，咱日日夜夜一起直播，一起玩，一起闹。杨嫂就今天都头一直播，全听她的，都不听我的了。今天杨嫂头一次直播，她今天呢，她自己选了一些品儿，邀请我做这个品控。啊，我把她把把关，拦住你走开。我真的，大哥，你们都是忘恩负义。没事，你们好好看一看。你们是不是这样对我的？别点了啊，够了啊！你给他点1亿，人家一会儿就跟我一样了，是吧？以后我回去他妈没面子。对，我每次好歹我跟他讲一下，我2分钟一个亿点的，你给他们点1亿干嘛了？不用点啊。你弟有你这样哥真幸福。老弟，今天是长两生日，能咋的？我想今天成为长两友好的一天。我信你个鬼！我刚学到西餐，今天中午做给你吃，长两好好过生日。2 hours later. 你把那面吃了，吃完咱们吃蛋糕。等一下，这叫饼干蛋糕，做的像泡面，它就是用蛋糕做的。妈，老弟今天的蛋糕我们亲手给他做一个吧，这样更有意义，怎么样？行啊，你弟有你这样哥真幸福。那蛋糕怎么做呢？我知道怎么做。首先我们要准备30个鸡蛋，然后呢？然后我们要把这些鸡蛋打出来。打完鸡蛋之后呢？打完鸡蛋之后，祝你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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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